Yo， 大家好，我是独伦。星期一，韩国一间新闻报道了 ，TWICE 将会在6月回归，打造连续第13首的大热歌曲。报道指 TWICE 正在努力作回归的最后准备，亦将会拍摄新歌 MV。其后 JYP Entertainment 亦都证实 TWICE 将会拍摄新歌 MV， 并且正在计划 comeback 的确实日期。有进一步的消息，公司会尽快发放，真的非常期待今次的 comeback。因为对上一次 Feel Special 已经是事隔9个月了，是出道以来最长时间的等待。不过好好休息，好好准备，不是更好吗？不知道今次是不是期待已久的正规二专呢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TWICE TikTok 上面铺了很多条片，公开了各成员的发型发色。 Sana 橙色，Mina 金色，彩英深色头发有 highlight， 那年短发啡啡地，志孝浅粉红，子瑜红色。上次 VLIVE 都见到，可以睇翻右上角条片。定然金发，阿毛毛喺后面啦，唔知佢今次系咩发型呢？毛毛今次系有啲金色嘅乱乱地嘅头发。最后当然是深蓝色的发色。大家最喜欢哪个成员的发型发色呢？还有一个几月才 comeback， 除了储钱之外要买很多很多 album， 因为首周纪录被人破了。就在这段时间先看 Time to Twice 的 Reality Show 先啦，出到第三集了已经。还有 YouTube Original 纪录片 Seize the Light。 By the way， 有我在里面，这个蓝色衫就是我了。4月29号首播，每周三更新一集。首播那天原来是 16 的记者发布会，而预告片的次序也都跟 TWICE 出道前 TWICE TV 的 All About 嘟嘟非常相似，连 interview 的画面都非常似。可以加入 YouTube Premium， 一次过看完8集，不用等那么久。真的很催淚啊，我都会加入 YouTube Premium 的试用一个月。还有子瑜本写真集将会在下星期一4月27号出版，我也会拍开箱片的，到货之后我立刻会拍片，大约星期一二就会收到，千万不要错过啊，可以先订阅我的 channel。 好，咁今日条片就嚟到呢度啦，如果中意嘅话就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， 咁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